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要比我倒还快啊！用三、二、一。你们的对手不只有我，入侵者，你们面前是拿撒最厉害的防御者。小军联盟。哎。你看，为什么？跳跳机制啊！是吗？我跑，注意脚下，跑跑跑！哦，毕竟有他对他做仇恨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第一根图腾的位置会有一点偏内侧。毕竟跟咖啡往里面靠，躲一下，咖啡往里面靠。注意脚下。打罗卡，别打错字。注意脚下。老头，你被烤三层了。都不跑哦，没有 UI 跑掉了，他说现在在小地图里面，我看在小地图里面我看不到啊，都退出来。一次我仇恨二阶段准备，但是他居然去找冰心。 What happened？ 将死亡之门放好，为的解释冰心比较讨人厌，他按到嘲讽了吧，有可能吗？好像。双火图腾。如果太远的话，跟我讲一下。因为刚好。哦，不能定这个位置。近战分散。输出准备踩残组，流星死亡之哇，靠你了，新哥，36、38、39，先开一个，45，蓝火，17、18、19，鸡翅图腾。好，怎么了？近战分散，那场扣爆吧。小博准备踩残组，23。注意脚下，老爹门放好。35再开第一个警察。转火。跑开人群。67。我还有一个。哎，老爹，你跟伊瑟拉两个人，你们角落两个互传，传得很开心。铁树皮。老爹，死亡之门，转不完了，你就12趴了哦。然后再接一次那个近战分散，三阶段准备，3-4了，靠近60趴了。该退的退出来了，你们那场开了外克爆发，控场哦。注意减伤，控场。小博死亡之门。5、4、3，哇，可以抢哦。刷一下小博的血，小博的血，然后他刚好经过，把那个活动弹不起来。
咖啡14层。咖啡还不消。然后你结束就那个开西球。增高11。咖啡你15层的。哎呀。这个真的好几次了这个。拉过来，老板练伤。注意减伤。我们要脱控了。哦。表示那希望消。我先接你的人王。希望消。注意减伤。咖啡。打猫。咖啡消。用三你。哎、欸、他妈的是没听到讲话是不是啊，再讲几次才要去消啊。外场开 YY， 先杀惩戒妹，先杀惩戒妹。拉不可以拉我吗？拉吗？拉拉拉！个人个人，把增高拉起来。彩圈，帮忙彩圈。逆商，你跑远一点没关系。用三，太糟了。你快跑！你开了，你开了。快逃！小心躲好，躲好王柱姐，躲好他正面。等一下，那个门都贴着那个王柱这边放。注意脚下。尽量分散了、啊。咖啡我已经上完，对，换。他有加吗？应该有吧。他有加，他有加。但是他可能，这个喊到半天，你看你带过来，他应该是有招了，带好，带好，他没死啊，第四死亡之门，没死就好啊，有死就会更屌。我们可以放在王座那边，死亡之门都放在王座那边。注意脚下，我是觉得小心铲除，已经被点名了，就不要。逆三换，他可能怕他一没跑就直接冲出去。Go， 用三，他如果有办法，我不确定。外场会减轻压力，现在离开哦。中间这个场地只要放死亡之门、啊。我不确定他当时的情况怎么样，我觉得如果他有配置，放在那个平台那里，平台那一侧。因为他去碰门。对外面也是有点压力啊，他有招的话，换了注意脚下，不差了。往脚下有一颗的，我干，那个没办法，那個、他是自己，近战分散了、哦，这边很多门呢、啊。OK， 你想换，要换边的吧。等一下我带过去。Go， 用，现在小心，我直接把他掏过来，我直接把他掏过来。末日大炮，离开，快逃！等下会来绿色光柱这边的。刚第一次有补他补的咖啡，有啊，我补他，分散了，分散了。哇，跑开人群。第三换，好了好了，注意脚下，哦不行，来不及救你，少十万好，再往旁边带呀、啊，再往旁边带、啊，有、哎、我们再拉，还有个战斧把老猫战斧起来，不用了，很会把他打掉，分散，还在喘。来、nice、好了，明天